这里呢，我们还帮大家准备一个即时的互动白板哈，你点过去之后就会进到这边来。因为如果平常我问一下教室的白板，你敢上来写吗？没有嘛，那都老师的事嘛。你知道这样老师很辛苦，写的还要自己擦，你们怎么那么残忍？来，所以呢，如果说你有任何问题的话，因为我们这边广播是我一切的，你们就不能动，对不对？所以不用担心，如果你有任何问题想要做互动的，待会你进到这里面来，大家这个是大家共同编辑的，所以你会同时看到很多人进来。你看，像现在这里有2个人进来，有没有？那你进来都是匿名的，好，都是匿名，有没有？水貂跟这个海牛嘛。哎，那怎么使用？第一个最简单，用文字框。所以如果你有问题，我有问题，你就看你要写在哪里，什么问题，用打字的，这是最简单的方法。好，阿柱，你可以自己挑，看你要放哪里，随便。好，那第二个呢？像我刚刚这里就有用，比如说我们有一些比较特殊的东西要注意一下的，我就在这边打，我打完了，你那边就看到了。好，好，第二个，如果你觉得用写的我打字没那么快，那你就来这里用画的，你可以涂鸦，好吗？所以如果你觉得安内有吧，对不对？哈，很丑，好，然后你就可以用涂鸦的。他说你要摆个页嘛，用这样写我也不反对，哎，就 OK 了哈，就看你想要摆在哪边。好，第三个，你也可以，如果你真的是比如说软体操作有问题，比如说哎我在用这个软体，或我在用这边，我就把这个画面抓起来，抓画面大家都会嘛，对不对？好，或者是你在网络上的也可以，你看我们家的这个有没有比较好用一点？好了，就是复制起来。老师，我有问题，你就把图片贴进来，有没有简单？这样也可以哈，就看你有什么问题，都可以在这边问。那如果你不好意思打断，没关系，写在这里，我待会过来看，这样会不会用呢？好，我把画面还给你，你们就可以一起进来试看看哦。那个白板在网页的最下面，哦，在网页的最下面，大家有发现啊？这个就是刚开始用的时候会有一段混乱期，你知道吗？大家突然发现，原来小时候没有满足的愿望，现在都可以拿来玩了。有没有是互动白板？你在动，别人在动，大家都看得到。你看，哎，你们怎么跟早上的那些同学一样？他们一进来就马上玩你圈圈叉叉，哎。请问？哎，已经有人看不下去，开始做清道夫了，有没有？但是说真的，老师完全不担心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这个功能是 Google 里面有一个叫 Google 会员。不过呢，哦，没有关系啦，没有关系啦，你尽量玩啦。不过呢，Google 绘图以往都被人家拿来嘲笑，说他好像小画家，对不对？但是我跟你讲。小画家拿来当这个白板就很够用了，好，来，画面借我一下，我就知道有人干这种事情，我马上解决状况。来，你看一下，Google 的文件有共编的功能，有历史记录、版本记录，安尼知无？查看版本记录，所以你干过什么事情？你以为？擦掉就没事吗？这个是早上的版本，有没有？再下来这里还有个早上的版本，你看早上我还用到这边，还用到这里，所以你知道我可以把早上的有没有呈现出来？真的有画圈圈叉叉的，所以你知道了，现在你们的版本是这样，对不对？我只要还原到这个版本就好了。我要不要插板擦？不用哈，这样老师有聪明一点吗？可以哈，好，我们已经度过这个危险期了。OK 哈，那待会呢，你们安装要注意的地方哈，如果有像这个连结，你只要点到这个连结，拜托不要再这样框起来好吗？人家你点到下面就可以按了，为什么一定要这样悬起来再复制再贴上？慢下头说哈，就是点到它，点下面就可以打开。
好，这个是等一下我们有需要用到的，你可以像这样使用。这样白板会不会用了？